谢谢谢谢，对，咱们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情绪其实很重要，情绪跟心态。走，我带大家呢去找找洋洋去，洋洋跟亚伦看有没有出来，这会儿走，咱们去出发。亚伦，我们来找你了。洋洋，我们也来了。你在哪里呀？这是谁呀？这是大熊猫，我看看。这是亚伦啊，昨天亚伦训练去了，今天你看这会儿出来了，这会儿在这边出来了。刚才亚伦不是出来，刚才是他的妈妈伦伦，这个才是亚伦，在里边找了个饼干吃呢。谢谢咱们小龙女，谢谢大家。亚伦呢是那个双胞胎，咱们的那个双胞胎姐妹之中的姐姐。干啥呢？谢谢我明华姐，谢谢大家。那个饼干，他们这边的饼干就相当于是辅食。饼干的话，他们其实没有什么那个别的辅食的，几乎是没有什么别的辅食。这边什么，就像苹果、胡萝卜或者是一些。别的水果什么的，几乎是很少很少的。辅食的话呢，是全靠饼干嘛。谢谢我思念姐，谢谢他们静待花开。咱们等会儿就住。拉是非常大的，谢谢老方姐，谢谢大家。看他的亚伦，看他的，看他们亚伦的尾巴啊，看好了，尾巴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亚伦，过来，给大伙看一看。再找那个小饼干呢，在那个下面。谢谢我思念姐，谢谢谢谢。他搁这找呢。他们一家四口的话，今年都会回家的。哎呦，这不是咱们的洋洋吗？这是洋洋。Thank you。 洋洋在这里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洋洋搁这吃播呢，来这边吧，看一下，看咱们的亚伦，亚伦也去吃竹子了，搁这找了根竹子在这吃呢。你看亚伦，哎呦。没咬动啊，亚伦是想吃这根竹子，奈何这竹子咬不动啊，这个
对，所以说，所以说，对，所以说，所以说，说呢，就是每天四个熊猫跟那个种开盲盒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是咱们的宝贝，咱们每天呢必须得陪着他们。每天晚上都播吗？对，每天晚上都直播的。哎呦，亚伦搁这吃呢。我给大家把亚伦放大，你们看看。这种放大的话应该就可以好一点。你好。哎呦。亚伦，好好吃饭。这个熊猫呢，就是咱们的大熊猫亚伦，非常优雅的一只国宝大熊猫。我咋发现亚伦啊，这每次这个搞吃竹子都那个都是非常大的那种竹子，你们有没有发现？几乎都是那种比较大的那个竹子。看看羊羊去，让亚伦现在在这先吃一会儿。看看羊羊干啥呢？这会儿，羊羊宝贝，羊羊宝贝，羊羊在这也吃呢。谢谢我欧优姐。That's really cool.
one that's in this tall. That's you don't know. Oh, I do. I know it. Really?哎，今天洋洋的这个竹子也挺新鲜的，你看，感觉跟那个甘蔗一样，就拿在手里边吃呢。也非常的新鲜，这个竹子，就像是那个在吃甘蔗似的，有种那个吃甘蔗的感觉。Are really beneficial for us to be able to experience both indoor and outdoor on these nicer days. We have two of the day rooms, each as you can see. It looks like we have Yalun in this corner. In this corner, we have Yalun weighing in at approximately 275 pounds. I'm not gonna. 这是个模拟的甘蔗。So this is Yalun over here. She is one of our 7-year-old female pandas.And she is one of the twins, and you've heard that we had a set of twins. 喜伦的竹子，咱们等一下啊。And so we have Yalun over here. 洋洋。这是咱们的洋洋，洋洋呢，今年是一只27岁的国宝大熊猫。他是亚伦、喜伦的爸爸，花花、萌兰的这个爷爷。咱们瑞美大熊猫洋洋。谢谢各位。谢谢大家。And so since 99, he's helped produce 7 panda cubs here at Zoo Atlanta. So two of them being sets of twins, so pandas will give birth 5 times in their lifetime. And Lulun was fortunate enough to have 2 sets of twins. Now, in the wild, if she had had sets of twins, only one of them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survive because she does a lot of fast. 看看洋洋，我给大家把这个低点儿啊，你们这样子看就能看得比较清楚点了。咱们直接来到他的这个面前，喜伦跟亚伦现在都是马上要8岁了。洋洋乖宝贝。So five of the 7 pandas that were born here have already gone back to the Changjiang Research Center. 哎呦。能看着亚伦吗，姐姐们？谢谢大家的助力，谢谢大家，点赞都好慢。咱们今天50万点赞啦！洋洋好可爱，这是咱们的亚伦，亚伦是洋洋的女儿，双胞胎现在生活在美国的双胞胎。好了，不卡了。亚伦在这。洋洋的这个竹子还是不错的，他们就是知道咱们一直在观察洋洋啊，所以说就是有时候给洋洋的这个竹子慢慢的就是在改善。亚伦呢，有时间亚伦有性子，他们就没有给亚伦的这个方面就进行改善。这个竹子明显不一样嘛，这个洋洋的竹子比较愣一点嘛，你看洋洋的竹子比较愣一点嘛，但是亚伦的竹子你们看嘛，这个就比较干嘛，这个有没有感觉到这个问题？它的竹子就跟那个之前的竹子一样的，比较干的，比较干，比较硬。所以说它有时间不爱吃，就给它跑，就跑来跑去的。哎呦，哎呦！然后这个是洋洋的竹子，是比较嫩，比较嫩的。是不是？我就看看伦伦干哈呢？看看伦伦，哎呦，哎呦，哎呦，
家人们，你们看看，趴趴熊，这个熊是一只趴趴熊。哎呦，看它干啥呢？睡觉呢，咱们的伦伦。